我叫潘国一，今年74岁，我是一个退伍老兵。嘿，奴婢，我来了。我们导航去拉萨市。好的。 原来呢，一直在青藏线上修建格尔木兹拉萨的输油管道呢，所以呢，老想着再重回青藏线。老范，小白押解在这个上面。来了，来了！哎呦，哎，饺子都包好了。 这个包饺子是部队我们的老传统了啊！过去包饺子呢，没有这个擀杖的，都拿那个啤酒瓶啊，包出来饺子呢用茶壶给下的。<笑>咱们这样的个地方呢，下了青铜线子是吧？对，就是咱们团里头就死了，108是118，那个地方一得病是救不过来的，尤其是非气肿。一公里倒下一个人啊！ 朱朝阳，好，来，我敬敬大家，为了我们的啊高原情啊，这是。哎，你看看这是谁？这里老师长好，悠悠四强，哎呀，团长好，向团长报告，向你们敬礼，谢谢，我们结婚马上要50周年了。 50周年嘛，金婚嘛，金婚的一种纪念吧，再回来一趟。这就是我们的530工程，为了这个格尔木兹拉萨的输油管线，73年2月开工，76年10月圆满完成动员，做了4年。 一个管子，这是这个里有两个管子。这个管子有多长呀？这个管子是几根接起来的，一根管子是12厘米长，这底下是悬崖峭壁40多米。那时候没有这个谁，人爬到那个山上打洞，高原上也是，本来你走了喘气不喘气，还要调这么一个管子。 抬上去，都是靠人工抬上去的，要不你怎么拉上去？你说，这个管子几个人抬呀？几十个人抬，不是几个人抬。来，当心好，走好。 水，我们原来在干这个管线的时候。 也是煮的粥，我们那时候都苦嘛，你说，在这里。我在家里也苦的，你两儿子怎么长大的？哎呦，我们那时候饭都是连着拿车煮好了送来的，送到工地上也都是凉的。你根本在这里是煮不熟的那个饭，筷子不够了，电焊工艰难焊条。啊。 那我到格尔木来3年，你又容易吗？老大带老二，他调皮可以打了人家的窗户纸，你还把他打了一顿。那个时候我就，这让我好了，喝点水吧啊，少说两句吧，你。我气死了，老二呢，把衣服都脱光了，他说我是这藏民要去放羊了，你忘了这个事情啊？ 我带他容易吗？我原来在家老家可舒服了。
我上辈要上班，还要给你带孩子。喝水。青藏线上，你看现在铁路通了。我们那时候都年轻，73年上来的时候，20来岁，我们还没谈恋爱呢。现在我74了，你75了，带了你，我们一起再来看看。你看，纳粹台过了以后啊，我们在这里的补贴就开始高了。73年那时候的人民币跟现在钱不一样的，那差几十块钱不得了啊。我们是高工资。招我来，我宁可不要拿这个高工资。我们不是为了钱来的。我呢，亏待你的就是这样。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也不在家。哎呦，我妈妈也老表扬你，我一回来就说你怎么好，怎么好对的。反正我那个时候你没有过来，可能在结婚前过来一次。我反正没有看到你过来，回家过春节。哎呦。小姐姐，我们这里充电了，你要不要下去小便？哎呀，这个里边舒服。哎，来给一个我，我的口嗓子也疼了。晚上睡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。安安很起来。反正睡了3个多小时。一共就床。今天冷，那个裤子穿暖和一点，我也把棉裤穿上了。啊，天天要裤子啊。嗯，那个需要几两需要。167/90，你说你高不高吧？心跳116，还是要吃的，高血压用的，不吃不行的啊，肯定不行。哎呀，累死了，有点喘气了。来来。哎呀，走吧。哎呦，这个地方怎么这样的呢？哎呀，喘的不行。慢一点走啊你。哎呀，这个高原啊，一动就头喘气。你那个裤子穿上了吗？穿上了。你今天的精神状态还可以啊。你看看外边，这边躺过那些人，那个风景，那个雪，两天白云白雪。慢一点看啊。好，慢一点。哎，好看吧？好看。哎，这一生当中，你不可能有第二次了。那，你吸点氧气啊。嗯，你自己写的啊。哎呀，真的不容易在这里干活。无人区嘛，尿不拉屎的地方。到了这里，你的珠峰没问题了。你回去以后也是个吹牛的。我不喜欢吹牛，我只喜欢两个人都陪几年就好了。我是这样想的，乔凡，活着就要健康，
只要能继续玩，生活质量要高。哎呀，那个病样子又要害子女，又要害自己难受。我不习惯过那样的，我习惯你这样嘛。那我因为我不是也肾陪你吗？你要到哪里，我就跟到哪里。就这里了啊！我下去。下去，当心啊！这个地方最高点啊，跟珠峰营地是一样高的。我们登了珠峰了。我们到了这里，营地也可以去。哎呀，当然到这里了，再去一趟，好不好？我是前副副长来的。对。冒着生命陪你来的。对，来来。好好当兵，老三。对。来，在这边吧。哎。这个风太大。喘气喘得厉害了，哎呀，好了，好了，我们现在上到了塘沽缆山了。哎呀，这边的天气也好，真的。这个来天吧，这个来天。哎呀，你看，你下来试了一下了，珠峰营地，你看看能去吗？我也现在是觉得可以，长官，我不希望冒这个险跟你说，啊，我要陪你到老，你这身体这样病那样病，老是冒险，两个儿子，如果这样的话，要用怪我的啊！和你说，你还是准备心啊，收心吧。氧气越来越低，这其实心跳有点快，头痛不痛啊？就是有点痛，感觉。多少岁了？虚岁75了。可以，可以。血压还很正常啊，就心率快，心跳快，120。拉萨现在来也不认识了，原来好像一点点大，什么都变了。那前面不在拉弓了，好好好，真的，我已经看到了。哎呦，你看看，怎么样？真的，真的。游仙山、王定甫、乔金山、祝定文、陈树寨、卢友军。中秋节呢，今天是吃的月饼。人逢佳节倍思亲，我给你写信的时候是，我住长江头，你住长江尾，同飞江水，寄出相思文。相无也好，只是今晚婚。不要说了，把年龄忘掉，你老是想着，哎呦，人还在，或者好像没有多少日子，那你一天到晚只想着哭，要想着好的。你就快乐了。我跟我老伴呢结婚也马上50年了。作为我们来讲呢，两个人的希望呢，我们的愿望就是两个健健康康、高高兴兴，度过我们的这个晚年吧，走到尽头，最好是一起，健健康康的走到尽头。飞到最后。
如果有下辈子的话呢，我们两个还有机会。